报告爷们，去哪了？不知道妈走了。Good job。你好骚哦，你为什么穿品如的衣服？ 空降狙，操，帅不帅？想要提升 safe 等级的，可以加 QQ 94117620，等级秒上去，安全又稳定。哎，Hello 的大家好，且看他前方的鸡飞狗跳，原来是你的大寿哥驾到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发一期驴魂兮，给大家用我的素材啊，然后来做的一期这个集锦这个踩点视频啊。 那么大家可以来评价一下做的如何啊？他做的那个视频呢，在2P 啊，大家有想看正片的可以直接跳转一下啊。那么这期的视频呢，有点赶啊，你也可以说我在敷衍你们啊，因为近期家里事情有点多啊，然后估计现在这个点直播间又在催着让我开门让我直播了啊，所以说在这里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啊。这期的视频呢，主要提一下我们的广告啊。 因为最近水友疑问有点多啊，然后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回复啊，我建议你们这个有问题的话，可以直接找店铺咨询啊，外卖店的也好，朱号店的也好，直接到店铺找客服啊，去骚扰他们啊，因为毕竟都是些妹子啊，你去骚扰妹子不比骚扰我好多了嘛啊？那么咱们的这个朱号店啊，800啊 QQ 公众号 8008499199啊，昭和祝高分成啊，各种各样的端游、手游、游戏啊的各种号都有啊。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，然后我们这个外设店呢啊，也是现在重新开张啊，也是有一些活动啊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，有我的用的同款外设什么的啊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这里是放了两个这个黑色城镇的这个片段给大家看啊，都是这个残局啊。这个片段的话是一个2v5啊，那么这边我在 A 大进行了一波这个对攻之后呢啊，其实新赛季赛季初的这个排位是真的不好打啊。 如果是，而且现在直播有点给我惯坏了啊！如果说打低段位的话，我就打瞌睡啊；打高段位的话，我就非常的 happy 啊，我就非常的起劲啊，就跟人家斗智斗勇啊那种啊，可能是这个那种青春回来了啊，你懂的啊，就是那种有那种感觉。可惜现在游戏有一点卡，这玩的不是特别舒服啊。好的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这边我们已经队友下了个必仓包，让我上箱子瞄啊，然后我就听了他的，我就上来看一下，但这个包的话好像。 下的并不是太好啊，下的并不是太好啊。那么这边看到他了哈，他也是看到的是必仓包，直接来抓我啊，也知道我没多少血啊。然后这边又是一波斗智斗勇。那么在说时迟，他的那时快，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下达之势，直接干了过来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剩最后一发子弹，哈哈。好的，那么视频后面再给大家放一个原声供大家欣赏一下子，哎，这个残局是怎么打的？嗯，好的，我们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 啊，这个残酷是死了，我拿狙你就死了，你们怎么老不带包啊？掉了，露脚就叫你死。这些 A 大，哇，第一个没打到。 一连没死，一连没死，屌到对面，笨蛋！你进啊，你带包的，你在外面干什么？真他妈服了这些人！你看一片就进来，真鸡巴菜！ 闪瞎了吗？你把菜一片就进来了，缺一个。我都想打死他，我去，这个人没血了。按个包，只要一出声，马上切枪，他就进来了。菜，没有用。 保护炸弹，我还给他下个小道包，呵呵，我玩死他。这个时候杀他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就是玩他再杀他，把他骗得团团转着的了。
但是 A 股它可能还会收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它没在，这个时候可以安心看这个点了。还不赖嘛！他就一滴血知道吧？他一看小到爆，他懵了。拿个居家的小道，玩他知道吧？这种才是真正的玩游戏。禽兽居外设店七年老店重新开张，上架了更多便宜且实用的中高档外设，更由禽兽居自用了七年的神器鼠标烈狱蝰蛇，选外设就到禽兽居外设店，童叟无欺，买的放心。外设店地址：禽兽居 safe 点淘宝点 com。嗯，自从用了禽兽哥家的外设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学不会压发了呢。